别动我俩，走了走了，你的手扶我上后面啊，走好了，走了走了啊，要进村咯。哇，这么这有两条路，该怎么走呢？现在又下着雨，又不知道往哪边走，是往前面走还是往这个左边这边走呢？也不懂，现在又下雨了，玻璃上面都噼噼啪啪的。哎，先不管了，先停在这个桥下面，给小凤打个电话再说。这里又没有水泥路，哇，前面好像也没路了，那么陡，不管了，先停在这个桥下面，先躲一下雨再说。给小凤打个电话，看一下他，让他来过来接我就好了，就停这里吧。喂，小凤，你在哪里啊？哎呀，感冒了最近。我到你这个路口这里了，我不知道往左拐还是往右拐了。你要不你出来骑电动车过来，出来接我一下呗。我就在你们这个路口这个桥下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了，迷路了。好了，那你赶紧过来啊，我在这里等你了。现在下着小雨了，快点啊。嗯，好好好。哎，我刚刚跟小凤打了一个电话。咦，这个不是小凤啊。哎，小凤来了。哎，小凤小凤，在这里在这里。哦，小凤过来了，小凤过来了。原来他是走那边过来的。哦，你过来了。怎么走啊，我都迷路了。啊，我都迷路了，都不知道怎么走了。上次那个弯弯曲曲那个路口太多了，我走错了。往那边走啊？那边走啊，我还以为是往这边走，我都搞到这边来了。小凤现在过来了，然后我从家里面带了点东西过来给他。这个是那个李子，还有老婆饼，树上摘了一点那个黄皮果给他。这个给你啊。啊？这个是我带给你的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那个有点黄皮。还有那个李子，还有这个饼。这什么饼？这个是老婆饼啊。老婆饼？啊，老婆饼我妈做的，她让我带给你的，她说好吃，我就拿给你。你妈会做老婆饼啊？啊。买这么多我也吃不完啊。没事啊，你拿回山里面吃嘛，慢慢吃啊。这个放可以放的，她说可以放一个星期都不会坏的。哇，这个黄皮这么新鲜啊。刚树上摘下来的。然后还有几个李子，你就吃呗。你不是说你喜欢吃那个甜李子吗？就买了甜李子给你了。行的。哦，太多了，吃不完。挂在车上。我拿两个就好了。你拿两个吃完就没有了。我好不容易，在那边可以摘了几个过来的。这老婆饼太多了吧，一个都吃饱了。慢慢吃嘛，行不？啊？今天我不开车上去了。去哪里啊？去你那里啊，去你那个山上面。去我那里干嘛？上去上次因为送你回去之后都还没到你上面去看一下呗。没什么。然后上次我开那个车上去，结果那个车都刮坏了，然后这次我就骑你这个小毛驴上去了。骑我这个车啊？啊。你不用上去了吧？哎，那天我上去参观一下嘛。去我那里不好玩啊。去你那里可以看一下呀，看一下你那边是什么样的嘛。去我那里啊？嗯。那这个你拿回去。我拿着。拿放你车上不吃了，这个不用了，吃不完。拿着带回去。带回去干嘛？带回去你在山里面我们吃嘛，一起吃嘛。也吃不完啊。怎么吃不完？反正这个就当零食吃嘛，就我给你带的小零食。太多了吧。哎呀，多什么，这个又不会坏。我给你挂这里吗？不用啦。我给你挂这里。吃不完都说了。嗯。怎么走哎？往那边走啊。往那边走啊。你跟着要过去吗？是啊。那行吧，我先回去了，我先。你会不会骑？会啊会啊，我先掉头。哦好，别动我的呀，我会骑。慢点，我怕你搞倒了，这里不平。不平，我掉头啊。慢点，你看这个小凤，我说帮他提嘛，我说帮他开车嘛，他不让，
人小力气还挺大的，这个你不会开我这个车的。我可以坐了吗？啊，你坐我，你坐我这里啊。我可不可以坐了？远不远？远了，骑电动车还半个小时哦。骑电动车还半个小时啊？你上次开车都开了半个小时，你以为啊？走吧，那哇，好吧，那走吧。嗯，啊，你这个车能不能搭得下我？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啊，我坐了。坐吧，坐吧。别动我，你坐上来就可以啦。可不可以啊？哎呀，你快上来就可以，你弄我的油门干什么？车胎扁了没有？轮胎会不会爆？哎呀，行不行啊？这个车我那么小，扭油门了。嗯，走吧，出发了。可以走了。哎呀，这边没搞好。可以了没有？你这个车怎么？哎呀，就这样子的，你坐不住，你走路啊？啊，走。嗯，坐稳了。坐稳了。别动我你啊！走了。你的手扶我在后面。好，走。有话就好。好了。走了。走了。嗯。走了。走吧。嗯。扶我后面那个手，对。嗯。扶稳了，这个山路坑坑洼洼的。扶哪里？扶后面。不是扶前面吗？扶后面，快点，你们上来走路。扶后面。后面哪有扶的？就这里，对。这个。嗯。走了。走。哎呀哎。